我们的这个优秀的教师和各类的人才，应该说呢，为我们国家的这个师范教育，为广西的经济社会发展，以及特别是为我们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，是不是，做出了很重要的贡献，也提前向大家祝贺我们的。 这个校庆。
大学是我国最早的高等师范学校之一，走过了80年的不平凡历程，这是涵养底蕴、薪火相传的80年。80年前，广西师范大学在中华民族内忧外患、济贫济穷的战火纷飞年代中诞生，其颠沛离流非常艰辛，但始终不渝地追求科学、真理、文明和进步，积淀了深厚的优良办学传统。